江等等，站住！啊，你手里拿的什么呀？身份证啊，给我看看。 我刚才隐隐约约看到，你身份证上的照片是不是有点丑？没，是啊，我身份证照片是我这辈子照过最丑的照片，把我照的跟个女人一样。你觉得你有男人样吗？不过也正常。 这个世界上只有6.3%的人是好看的，像我这种证件照跟本人一样好看的，确实也少。你说的对，我觉得你本人比照片更好看。嗯，所有人都这么认为。那你知道一个公司倒闭的前兆是什么吗？客户流失。不是，是员工太闲。你今天第一天上班就在公司瞎晃悠，难道等着我给你安排工作吗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现在就去工作。现在的男孩都怎么了？ 头皮油脂分泌多状态紊乱，头皮屑过多。别说了，我知道你的秘密。老板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，我懂。你是不是也脱发了？嗯。程序员的职业病啊，但是你这秃的也太早了。我爸他遗传性脱发是吧？别怕，我回头推给你几个这个防脱发洗发水的链接，早发现早治疗。哎，拽拽，使点劲儿拽。 哟，你倒真实在，花钱值的，好好工作，多多赚钱，你也值发。哎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。来啊，孩儿们，孩儿们，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为了欢迎新猴的加入，我决定举行最高级别的欢迎仪式。哦耶！太好了！ 不用了，不用这么破费。哎，要一个，安静一下。必须的。哎呀，原来你们欢迎我的最高仪式就是开黑啊！这还看不懂吗？赶紧的吧，上耳机。不，来了。哎，第一个房间，第一个房间，第一个啊，第一个。来了来了，哎。 厉害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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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
的。把男刀去掉，就是你扔的。站住！哎，你有本事再说一遍。哎，干嘛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干嘛呀？干嘛呢你们？有本事再说一遍啊！说就说。干什么？干嘛呢？这是说话勿躁。
Ctrl 加威。哎，Ctrl 加威，Ctrl 加威，他们听不懂。还有啊，手抖是帕金森的早期症状，建议你早检查，早治疗。你不男不女的娘娘腔，还敢耍我是不是？还敢耍我？这事跟你没关系啊，他是我的人，他的事儿当然跟我有关，跟我的人道歉。我凭什么道歉？哎，松手，道歉。对不起，给我上。等一下，顺便提醒一下，我有超能力，你们想清楚了再动手。还超能力？有什么超能力啊？说什么话？超有钱！只要你们让我受这么一点点伤，我就会请最好的律师团队给你们打官司。然后，这儿，全是摄像头，360度，你们试试。走。什么事？回去再练练技术。今晚包场，我请客。耶！来，走，我先进了啊！谢谢江总。快点，来了，准备。你怎么这么会惹事儿啊？是他先说我娘娘腔的。谁说男人一定要男人味了？不过，你确实不够阳，不够刚。都21世纪了，谁还会以外貌区分男女啊？你说是吧？不过我才发现，